永鹰高调机在台中清泉岗机场快速冲刺后飞上天。24号早上10点，空军编号11022永鹰机挂实弹，首度到彰化外海进行投弹测试。永鹰高调机23号挂弹航线试航，24号首次投弹，翼下挂载 BDU-50 500磅水泥弹，翼间则挂载 AIM-9P 响尾蛇跟 TCE 空对空训练弹。据了解，永鹰头两发通通命中目标，验证不止平时可供训练，战时更能挂载实弹，转换作战模式。空军规划永鹰高调机在2024年前生产45架，目前陆续拨交，未来将取代 AT-3 教练机及 F-5 战机，国军战力持续提升，因应共军挑衅。共军056A 护卫舰进行例行海上演训，近期演训海域更不断扩张。22号，日本防卫省公布2艘共舰取道宜兰外海南下，再加上23号22架共机侵扰我西南空域，其中还有2架运8反潜机绕到我东南空域，被认为中国进行3方海空包夹演练。它这是一种系统性的一个海权的扩张，针对的是美军在帛琉一带的这个勇敢之盾的军演。20大之前，他可能还是会继续用这种外交上的战狼行动。共军采包夹演练并非首次。5月2号，中共辽宁舰出现在钓鱼台周边海域，4天后，共机就出动18架次扰台，同样有反潜机深入我东南空域。解放军1月1次，共机共舰包夹扰台，除了对台湾盟友、美日有宣示意义，更是区域拒止战术演练，我军得加强战备，不得有一丝松懈。三立新闻，田中海东报道。